这根本是同一个人嘛，爸。 你是咧拜相啊？你哪里讲？这人是阮妈对无？你莫甲我骗啊！伊后壁有我的名，还佫有出事的日子，伊摆这个人，甲这张相片一模一样，所以这是自拍啊！ 是阮妈对无？爸，你今日一定要讲我清楚，谁人从来唔把我看过这个相片，甚至无我一个阮妈的用心啊！所以我约着啊，既然阮妈伫遮，你是要来带我来看伊。 就算我对伊完全无了解，不过至少我会当来遮看伊，爱伊，甲伊讲话，搁较那万般，像就安尼，我对伊啥物都无了解，我搁家己想家己着。伫遐阵讲，阮妈伤害伊真深，所以伊才无想要提起阮妈的代志。 就算我搁较济问题，我嘛唔敢问你，就是惊你艰苦。结果咧，你煞家己走来遮看伊，安尼看起来，你根本唔是咧怨恨伊，你是咧想伊。你免这样激动啊，林静。这个所在唔是会当互你大细声，你知影真相，对无啦？ 你今麦会当甲我讲啊？是安怎伊叫王有芳？伊甲你共姓，而且名搁差一个字，这个人是我妈妈对无？我的温婉，你才知呢，真正是我的苦衷。我已经十八岁，我唔是囡仔，不管你有甚么苦衷，讲出来，拢比阮妈搁较好。阿伯。 你着甲伊人坦白好无？因为我家己的阿伯嘛是即马才知影伊家己的身世。我阿妈讲，伊知影了后，规个人拢放弃啊。这种痛苦是无人会当体会的。我相信伊嘛无希望，一定有这种痛苦的感觉，对不？我若真正坦白伊的身世，伊就袂遮艰苦。 我哪得温我十八年啊？什么意思？对，王有芳就是你的妈妈。不过我不是你的爸爸，我是你的阿公。你妈妈是我唯一的小妹。哪呢？你想要要骗我？你是我的爸爸。 当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妈和你牵连着对无？这一切，拢甲你做杀手有关系对无？唔对，我当初还没做杀手，我是为着你，为着趁钱我才了落。所以是阮妈牵连着你，我袂讲是牵连着我，因为伊嘛是无辜的。我哪万当我家己？ 一同准备赴赶到现场，去保护伊安全。